阿媽你回來了，快坐下。我準備了一個保險計劃書給你，你可以看看。什麼？這個是我為你準備的美麗人生基金，你看這裡，在子女18歲之前，只要付出關心，在子女長大之後就會得到10倍的關懷。只要你肯付出時間和心機，雖然這個幸福家庭指數會起起跌跌，但最後都會升到最高。我們預期的回報有家庭和諧、子女孝順、幸福美滿、窩心暖意、共享天倫。如果你肯買這個基金的話，可不可以在這裡簽個名？阿媽，阿媽，你有沒有玩這個捉精靈？行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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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